door is getting not really to dance. 很丑哎、欸，你跑到这个 DM 就跟我们讲那边的海龟在做爱，所以我们再开船过去看。哇，浪漫啊！斑鸡鱼？什么是斑鸡鱼？带灯 trigger fish 啊、哦，不知道 trigger fish。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在这些潜水的 footage 里面呢，会加上这个旁白啦。当然放这些影片的话呢，怕大家会觉得无聊啦，我就伸出我的手，笔记笔记。其实它眼睛很美嘞，哇，那个阳光照射在龟头上多漂亮啊 ！Leaf fish， 叶子鱼，全世界最毒的鱼 ，stone fish， 石头鱼。Morning， 现在是 day 2， 早上8:05，我们现在要去 dive center， 然后准备我们的 diving 了， Let's go。这个是生死状，所以出潜之前又要填写这个生死状了。如果有什么事的话，可以输这个 center 了。我们背所有的 liability。所以现在这个 dive center 在准备这 B C D， 还有 regulator 那些给我们呢、啊，他在试着他的 B C D。我们一起在 try 着他们的 wet suit， 看一下。Yeah， 你穿 deep V 耶。他们在打包着我们的 gear， 然后把我们拿上船了、啊，用 IKEA bag 的。Thank you, sir. Thank you. 现在我们要上船了，要出海了。真的一股海鲜味，这里真的是很重海鲜味，小心啊！接梯，现在就是我们的船，小心啊！谢谢。我们的 dive master Jules， Good morning。所以今天我们去哪里？我们去 Mataking， Pom Pom， 还有 Timba Timba。如果 lucky 的话，可以看到 white chip reef shark， 就是一种鲨鱼，小鲨鱼了。如果不 lucky 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垃圾。文琪在涂着防晒，我怕了。Flashback， 看到两寸呢，整个晒红了，整个像猪蹄一样。End of flashback。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Sam. I'm a guide today, and with Zul. Hello. Okay. Our captain is Jamal. Jamal. So for the fun diver, Zul will be your guide. So now we are heading to Torres Strait to register our permit. So it will take time around 15 minutes. After that, when we're done, we'll then reach to our destination, Mataking.Tourist jetty， OK OK。Not really to dance。所以我们的船是停在这边的，因为他们讲他们是在 register 这 for permit， 这个 permit 是进每一个岛都是要 register for 这个 permit， 所以上岛可以了。我们的 tour 那个 Sam 在帮我们 register 着了，所以我们在那边等，然后就前往我们的目的地了。好吃吗？好喝。Good。A few moments later。OK， 所以现在他们已经拿到 permit 了，然后我们出发了。很清哦，这个水真的是好清哦。Take picture here. Okay. Right, around 15 minutes, then we go to Mataking. This is Timba Timba. Yes. Okay. 我们已经到了 Timba Timba， 走吧，我们拍照吧。You jump, I jump. 哇，那个水干净到。你只要潜水了。我要变成猪蹄很丑哎、欸，你跑到，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上这个 Timba Timba Island 这边拍照，因为它的水特别美，特别蓝，特别干净，可是很他妈晒，透明的卡亚，玻璃船。
OK， 首先我们离开 Dimba Island 要去 Mata King 潜水了。A few moments later， So 我们现在到 Mata King 了。Mata King 可以看到什么 ？Of course a turtle。Yeah， turtle。Yeah。海鳗。Morail。Yeah， morail。Okay。What else？ You know a hand of the turtle， so we call it a 腿桶。OK， So 我们现在 gear up 了。你看一下这边的海，真的是可以看到下面，好清澈哦。Mata King Island, Garden of Eden, maximum deep 55 meters, a lot, also morail, this is morail, yeah? No difference, lionfish, stingray, frogfish, shy, chitoban head, sometimes you see eagle ray. Eagle ray, is it? Eagle ray. Sometimes you lucky, you nampak itu manta ray. Lose you guide, how we do? Die. Look for 1 minute. Look around for 1 minute. Here we go shallow. 5 meter. 3 minutes 50 stop. So underwater, please cannot touch coral. Cannot touch haikui, haiman, piao an, piao mo. Ah, okay. Guide lah. Okay. Take a cane. Two, one, go. Hey. Test mic 1 2 1 2。所以我在这些潜水的 footage 里面呢，会加上这个旁白啦。因为我们在潜水的时候呢，是要用嘴巴来呼吸的，所以没有的讲话。如果我单单放这些影片的话呢，怕大家会觉得无聊啦，所以我就在这边加上我自己的旁白咯，给大家解释一下当时发生的事情，还有我当时的想法这样啦。Zoo，OK，我们切过来 Sam 的 GoPro。哇，人呢，不要这样靠近呢，会吓死人呢。所以他这个是在录着我们一起下地狱，不是下潜。一下到去就看到很多这种零零散散的珊瑚。还有很多碎珊瑚啦。Oh, by the way, 这个是我们的团友，他叫峰哥，他是来自中国的朋友。有看到手上拿着一个好像很厉害的东西吗？那个其实是一个相机来的啦，没有错，他会帮大家拍很多水下的照片，所以我们全部都很喜欢 stick 着他啦。然后这个是我跟文琪咯，右边那个穿着黑色的 fin 的那个是我啦，然后左边穿白色 fin 的那个是文琪啦。他其实也不是白色啦，他是很浅很浅的青色，只是在水下的时候呢，看起来好像白色这样。所以我们潜下，然后就撞上了第一只神奇宝贝了啦，就是这一只小小的海龟。然后那个就是我啦，很兴奋，因为在丢完潜水的时候要看一只海龟都好像很难这样。那这个就是我当时的视角了，你看我离那个海龟极靠近，所以你看到吗，我有几兴奋追着那个海龟来游。很快的我们又撞见了第二只海龟了，它在吃着它的珊瑚。然后这个就是我们 Dive Master June， 他在表演震动这个 Bubble Ring。 后来我发现其实在这边所有的 Dive Master 都会这个 trick， 我差一点还以为要考 Dive Master 的 cert 的话一定要学会弄这个 Bubble Ring。 很快的我们又遇见了第三只海龟，你看游到多么的秋，多么的悠哉。然后你看 Sam 在后面追到几辛苦，没有东西做，我跟文琪比个爱心先。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第四只海龟了啦，这只海龟呢应该是在躲着太阳光。其实到了这个 point 呢，我们看海龟看到有点血了啦。 So 我们切一下画面，咻，这个是 Sam 在自拍，然后我在 Sam 的后面看到他在自拍呢，我就快游去前面抢他的镜头。不好意思啊，我当时面镜有点蒙，因为是新买的，所以起雾起到很昏水。然后在这个 dive 的最后呢，是看更多漂亮的珊瑚，还有这些飞嘻飞嘻。OK， 要上回去聊。现在我们前完了第一个 dive site， 然后这个 DM 就跟我们讲那边的海龟在做爱，所以我们再开船过去看。哇，浪漫啊！哎呦！因为我们没有付钱给 OnlyFans， 所以他不给我们看。现在是午饭时间，吃午饭。休息一下，本来没有那么早吃午饭的，可是 Sam 哥实在是太饿了，饿到狗狗啊。所以我们到了第二个潜点了，这里是 Dimba Dimba。哦，加兰加兰。走。走走的意思，对，走走的意思。Here a lot also. Sometimes you see a lobster, long shell. No difference. Orang utang krip. 螃蟹啦，不是很大了，就小罢了。哈哈哈哈哈！一、二、三、五，按住你的面罩。牛逼！拜拜。
OK， 所以这个是今天的第二潜，也是一样哦。左边穿着那个浅青色、白色 fin 的是文琪，黑白 fin 的呢是 Sam，fin 全黑的就是我了。可以看到这个加兰 dive side 哦，它不像我们刚刚第一个潜点这样平的，这是斜坡来的。So 我们这边 spot 到了一只 nudie branch 海兔，颜色还是蛮美的。然后 spot 到了一只 puffer fish，spot 到了一只正在 chill 的海龟，还有一只 U 在那边表演 bubble ring trick 的 Jun。然后 Jun 又找到另外一只海兔，这边的 dive master 他们的眼力是超强的，整个 hot eye 这样，这样 mini 的海兔都被他们 spot 到。然后当时我一抬头就看到这一只海龟在游过，虽然看到不是很清楚啦，可是这个画面是不是很美嘞？过后呢，我就看到 Sam 游在我下面，于是呢，我就伸出我的手，笔记笔记，呵呵 ，Q 弹 Q 弹 ，doing doing 的。然后我看到这个长得很奇怪的东西，潜完水过后，我有问他们，有一个透明的，长得很像蛋的东西是什么来的？结果他们讲是我的蛋蛾。有谁知道是什么的话呢，可以在下面 comment 给我知道啦。然后呢，就看到这边有一只海龟，啊，这边又有另外一只海龟，来个龟头的特写先。注意看哦，其实它眼睛很美嘞。最后在我们上去之前呢，我们还看到另外一只超级无敌大只的千年海龟鲸，这一只真的很大只，而且你看，哇，那个阳光照射在龟头上多漂亮啊，吸不吸？吸不吸 ？OK， 我们要上去了。现在我们到了第三个 dive site， 这边是淘汰环节，不是，这边是棒棒岛。哎，等一下就直接在这边下潜。Last dive maybe shallow dive ya, maybe kita masuk 15 meter. So sini dia punya lucky barang octopus, cuttlefish, coral eel, redfish. Kita kau nak ke mana? Jauh ni yo.这里有吗？怕吗？斑鳍咬人的。斑鳍鱼？什么是斑鳍鱼 ？Trigger fish， 带灯 trigger fish。哦，不知道 ，trigger fish。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回来。From the Malaysia， 说话。哈哈哈哈哈哈。Signal。为什么？饿了。饿了。肚子饿。啊。二号。哦、天有一点阴天，我们要下潜了，要下雨了哦。没办法了，没办法了。这里没有下雨。OK， 果然已经下雨了，加油，拜拜。Clear 吗 ？Clear， 一、二、三 ，Go！ 一、一、三。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三潜 Pom Pom Island， 一下到去呢，就马上看到第一只海龟，它本来是在秋着的，然后一看到我们呢，就马上游走。虽然嘴上是讲啊，这边海龟有一点多，看到有点腻了，但是呢，我的身体还是很老实的。你看我还是追着它拍。我们游下，然后就看到第二只 Pokemon Lionfish。这边跟大家讲一个 fun fact， 其实原本 Lionfish 呢是住在太平洋还有印度洋的，但是现在哦，它在大西洋变成了 invasive species， 因为它在大西洋里面呢是几乎没有天敌的，所以他们就这样一直繁殖，越繁殖越多。这样为什么它会突然间在大西洋出现呢？现在普遍认为是因为在美国很多人养 lionfish， 然后养到一半不想养了呢，就把它丢进海里面，所以就变成了大西洋的 invasive species 了。所以在我们这边呢，它也是受保护的，但是在大西洋那边呢，他们会定期大量去捕杀这些 lionfish， 抓起来煮来吃 team。 OK 啦，讲了那么多，给你们看一些鱼还有珊瑚的画面先。我话说当时水流还是有点大的，你看那些可怜的鱼，他们在原地 shuffle 这里，然后就是更多的珊瑚，更多的鱼了，还蛮漂亮的，有没有像水族馆里面的画面呢？在这边拍着这些小鱼。原来还不小心给我们 spot 到一只 stingray team。Sorry， 不是特地要吓你的。你们想不想看屁股洞呢？哒哒，这条海参的屁股洞这样开下关下，其实是在呼吸。我发誓，我真的是没有在骗你们，这个真的是它屁股洞，真的是在呼吸。我 Google 已经查过了的。我们游下，然后就看到 Jun 拿着他的 torchlight 照着这个大鸭，所以我们全部就凑过去看了，就看到这个大鸭里面呢生活着很多小虾米。你看他们几 Q 这样子来走去。其实大家对这些小虾米好像比较感兴趣，但是我对这个大鸭隔壁的 Igambilis 更感兴趣。远一点看的话呢，这一大群 Igambilis 密密麻麻的，西北壮观。然后我就忍不住拿着我的 GoPro 这样拍过去，心坏呀、啊、心。心坏啊，管谁来啊。然后我就看到 Jules 给我这个 hand signal， 他是在讲呢，他想看书。没有啦，其实前面有一个 leaf fish 叶子鱼，那就是这个了，扁扁的。他们讲 leaf fish 长得很像叶子，可是我觉得没有。然后呢，我们就遇到全世界最毒的鱼 stone fish 石头鱼。如果一个不小心踩到它呢，哦 happy condolence， 你就可以直接 proceed to 西天了。然后这边有一只可爱的 Nemo 和 sea anemone， 来给我念一遍 Nemo anemone anemone Nemo， 妈的，我录了十多次才录成功。OK， 今天的第三潜就潜完了啦，要上去了。说、so, 今天潜了三潜。好玩吗？好玩啊！ Good？ 我要找一下我的鱼。就是刚刚 Sam 在水底下用 GoPro 拍的。
回到圣波纳了。Later that night. So 刚刚我们潜完水了过后呢，我们回 hotel 休息一下，现在出去吃饭。我们要去吃一家叫做龙门客栈的 restaurant 啊，它是一个 floating seafood restaurant。这个是 Sam 的姐姐有提到了，然后我们有 check review， 感觉好像还不错。So 我们现在去 try 一下，走路过去很靠近吧，几分钟就可以到啊。这边有人弹吉他钓鱼哦，极有情趣。OK， 所以我们这边点了几样菜，随便吃，然后回家睡觉。对，这个餐厅的 view 呢是很不错的，不过现在是晚上，黑茫茫，什么都看不到。上菜了，这个是炸手冻，素食者吃蔬菜炒饭，空心菜，最后就是假丽鸡。哇，我们点了三样菜，结果三样都很好吃。如果大家来圣伯纳的话，可以来这边穿一下，帮你们试雷了。所以我们刚吃的那一餐呢，三个人总共是87.8啊，所以也不会讲很贵了，真的是可以去吃。OK， 所以我们回到酒店了，现在是9:19，我们准备好了过后呢就要睡觉了，因为明天也是一样是要早上8:30集合在那个 dive center。很累啊，很累啊，睡觉。我觉得 diving 呢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生物钟的一个运动来的。OK， 就这样，明天见，拜。我已经到了抹布了，这个水是清的。这个是 Yvonne， 我是女神，先陈阿姨姐。哇，基本上我们的船是被包围的，你看左边有一艘，然后这边右边也有一艘，两个都是在卖椰子的，他们其实是水上拔瑶族。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幕，其实也是很心酸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跟我们讨食物吃。里面的饭是我们收起来的。你看他的身后就是这些拔瑶族小孩在划着他们的小三瓣，所以下到来就看到很多这种 pyramid。你不要看这个 Eagle Ray 游的好像很轻松这样，他们在逆着 current 游。这个是这里那么多艘沉船里面最大的一艘，这个沉船上面呢是有超多鱼的，甚至还有一只海龟在这艘船的旁边游着，所以我们就跟在他后面绕着这艘船慢慢的游。哎 bro， 你的 gas tank 有点掉气，让我帮你补一补先。他的那个就是鳄鱼鱼了，但是附近有很多垃圾，我老爷，大家可以不要乱丢垃圾吗？yummy yummy， 请不要发出奇怪的声音。按赞、订阅、分享、订阅、分享、分享，所以按赞、按赞、安静、按赞、安静、按赞、安赞、点赞，我不要。